是菲菲，今天我们再来一期帅哥局部盲选挑战二，看一看这次我会不会再选错呢？会不会又辣到眼睛呢？我们开始选号吧。看这个样子，感觉三号和五号都有一点点可能。五号那个有可能转身过来就是很惊艳的那种，但是三号那个，我有点期待，说不定会变得很像西装笔挺的大男生，所以我选择三号。你们选几号呢？看看这邻居家的 Toyota， 追着雨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他的这个腿应该是有两米吧，直接拔高了。什么药啊？我也要吃一下。如果你有我这样的男朋友的话，你几点回家？还好我没选这个。我感觉我这是抽搐了吧？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出家。让我冷静会。他那个屁股够圆，人间有舞。那您好，让我们一起摸摸头发，摸头，摸摸头，摸头发，一起摸头发。还好我没有选这个。鬼吗？嗯。我感觉我好像眼睛进了沙子，我突然觉得我的心脏骤停了，我喘过来了，我活过来了，是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了，真的。原来有的时候表面真的是会欺骗人的。有没有人选对的呢？六号帅哥有没有被选走呢？有没有和我一样选错的呢？请告诉我，我不是孤独的。明天又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